摘一个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叫一种啊，大家应该知道吧，这个打火锅用很好吃的。我一共有一个小象啊，自己野生菜啊，这个也能吃的啊，这个可以煲汤啊，或者炒鸡蛋也很好吃。这些是萝卜，我迟一点播种子的，现在还很小，这个萝卜。